欧阳，那你到底有没有参加万国会议中心的场地啊？当然没有，那种地方连你都能看出来不好，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可是我明明已经看到万国会议中心的合同了。合同是假的，我让司玉伪造了一份，做做样子罢了。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在这儿办的呀？在酒店开业的头一天。 他突然间过来找我，跟我诉苦，说他之前预定好的场地啊，突然间被人拿走了。哎，刘，我已经想明白，我这发布会定在哪儿了。 定在哪里？就你这酒店。哎，我什么时候跟你诉苦了？我那是在跟你谈合作，好不好，大哥？哎，大哥，这个时候就不要嘴硬了，好吧？其实他给我的报价根本不够我回收成本，但是他给了一个我无法拒绝的理由。要不然这样啊，你直接成为我的协办方怎么样？ 我这次在电商投入了大量的广告费，网站上也会全程直播。你这酒店才刚刚开业，我就给你做这么大宣传，这么大便宜，是不是没事偷着乐啊？我谢谢你啊，兄弟。我的酒店虽然刚刚开始营业，但是在这之前，我已经试营运将近一年了，好吧？我的万豪不需要你的宣传，谢谢。 我的工作是最没技术含量的，每天欧阳会把方案中落实的部分发给我，让我帮他审核。为了避开你们团队中的内鬼，发布会当天的宣传品和图册都是我特意让我爸公司的设计部重新做的小样。对不起，门牙，欧阳特意叮嘱过我，在事情没办成之前，千万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你知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我白替你担心了。好了，梅雅，你就别生气了。欧阳这么做也是为了制造一种假象，让那些躲在暗处的人真的认为欧阳已经破罐子破摔了。你别听思雨的，其实我就是为了好玩。好玩？啊？我怎么没看出来欧阳？别玩了！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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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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